绰号洗米华的澳门商人、前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话，涉嫌在中国境内开设赌场，在2021年11月在澳门被捕，并且被控涉嫌创立及指挥犯罪集团、清洗黑钱及非法赌博等一共289项的罪名。案件星期三早上在澳门判决。案件第一被告周卓话，被当局以囚车由路环监狱押送去到初级法院刑事大楼。澳门法院宣判周卓华创立及领导犯罪集团罪成，不法经营赌博、诈骗等一共162项罪成，而加重清洗黑钱罪就不成立，各项罪名合共判监18年。案中21名被告分别被指控不法赌博有关的罪名。法庭结合嫌犯的声明、证人的证言、卷宗资料对嫌犯进行判决。